你还好吗？ 要你住客房，这些天委屈你了。一点都不委屈，住什么地方不都一样吗？再说了，这里也挺不错的。哼，不能一起过七夕，你不委屈？不就是个节日吗？现在最重要的就是让榜大公主如愿以偿，开心的过七夕。这样只要她心情好，她就有心思进宫面圣。 我们也能清楚的知道，契丹王对于戒兵的决定。郡主还真是识大体。这几天，本王会如你所愿，一定会好好的照顾宝纳公主，让她开心的过七夕。那是自然。如果公主心情大好的话，陛下交给殿下的任务也可以顺利进行啦。早点休息，我回去了。哎，殿下。 我的话还没有说完呢。殿下，你一定要记得把宝娜公主送给你的画轴挂上，免得她突然袭击。哎，殿下，你一定要记得。也不知道这些东西，宝娜公主爱不爱吃？哎，国王爱不爱吃呢？国王呢？嗯，公主昨夜睡得好吗？挺好的。嗯，这样本王就放心了。国王哥哥这么关心我，宝娜好开心啊！房间离得近。 国王哥哥他害羞了，他一早啊就在房门口等我。请殿下和公主用膳。啊，疼！公主怎么了？肯定是昨日快马加鞭赶来见国王哥哥，伤了我的右手，本公主。 现在没办法吃饭了，国王，本王来。还是摘星来效劳吧。无妨，本王来。陛下得知公主提前来，是想见识一下汉人的七夕节，所以公主心愿，等节日过完，再召公主进宫。没想到陛下如此通情达理，那用完早膳，国王哥哥，你陪宝娜去皇城逛逛。啊！公主想去哪儿，我都奉陪。嗯，摘星姐姐。 你也一块儿去吧。摘星有事要忙，不方便与我们同行。来，嗯，是啊，国王殿下陪公主好好玩，祝你们玩的开心。莫萧，主子，去备马车。是。摘星姐姐，那我们先走了。 我真的是佩服我国王殿下这种“我不入地狱，谁入地狱”的精神。郡主，啊，你怎么了？我也不知道为什么，我的胸口闷闷的，头也晕晕的。要不要吃个包子？不了。 我回房间休息一下。
躺一会儿就好了。剩这么多东西都不吃，那不浪费了呀？都